净空法师在临终之前说了一段话，竟然把天机都泄露了。一净空法师的遗言：净空法师说：“我年龄老了，快要走了，说出来的都是真话。以下就是法师的自述：护持很年轻的法师要有节制，要让他吃一点苦头，不要认为我这样子对待他对不起他，不慈悲，那你就错了。他又不吃苦头，他不能成就。如果说一点苦头都不愿意吃，随他去吧。为什么不会成就？” 真正有人帮助他，再苦他都会熬过去。为什么他会成就？他常常有法喜，他不在乎物质的受用。这个你一定要懂得。你要给他过富裕的生活就完了，你就害了他。所以要记住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我这一生当了三次道场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学佛是起步。从哪里学起？从何学起？别人跟我不和，我们要跟他和睦，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。别人跟我不合，我要跟他对抗。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这结冤仇，冤仇结下之后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那真叫苦不堪言。痛苦不是一方，双方都痛苦，那又何必？我们能忍一忍，双方都得好处，我也无烦恼，你也没有灾害，真的叫双赢。所以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不能跟人冲突，处处要学忍让。古人告诉我们，吃亏是福，吃亏的人没错，吃亏的人不吃亏，占便宜的人有灾难，他真的没有占到便宜。 吃亏的人真占到便宜了，这个道理很深。佛在经上常,常常提示我们、教导我们，处处忍，处处让，不要跟人争。海阔天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自在。为什么不肯让？他要这个地球，咱们就让开，就让他。这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了，找一个比地球更舒适的地方去住，肯定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，让是性德，与性德相应，你去处愈去愈好。真的来的不是好事情，纵然他完全得到，他后头不是生病就是灾难，日子还是不好过。 古圣先贤、诸菩萨教给我们正道，我们不能不感恩，不可以不依教奉行。宣是誓，宣是宣扬，用什么方法宣扬？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我们要能学会。我这一生，许多同学跟着我的，看到我的，我上了三次。在台湾，我们有个小道场，不大，有人想要送给他。我们到新加坡，在美国也有道场，也有人要送他，想要都给他。在新加坡住了三年，各地同修帮助我们买下一栋公寓房子，大概一千多万。 有人希望我们离开新加坡，我们就离开了，都赠送了，欢欢喜喜。我们移民到澳洲，到澳洲快快乐乐。我们欲让欲殊胜，欲让欲自在，欲让欲快乐。老祖宗佛菩萨叫我们忍让，这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。没人知道，你能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尝到。能够让，才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你不能让，那个和睦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一定要能够忍让。初学的时候，多少还有一点情志要忍。 真正让过几次了，那就不是忍让，是乐让，让的很快乐。别人占有了，占有了，我们还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自己能让，境界提升了，德行提升了，智慧也增长了，怎么能不感恩？同时，要想具有的人，他在那里给我们做视线，视线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正面的，我们要顶礼，要恭敬供养。他具有这些财物，弘法利生比我做的更好，我怎么能不让？这让有大德。如果是负面的，他不是做弘法利生，他是去搞明文利养的。 他演出夜因果报给我们看，我们也要感恩。就像他在演戏，负面的演得很逼真。他不善的夜行后面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果报。这对于我们，对于一切社会大众，这是什么？上课上了一堂因果报应的课程，细心观察明白了，会把我们内心一切不善的念头止住，不敢做了。就像当年佛陀在世，提婆达多所表演的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大善知识。他从负面表演给我们看，释迦牟尼佛是从正面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能说提婆达多不是佛菩萨吗？ 所以把事理看透了，得到一个结论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一切善恶业因果报都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。我们的心行正，没有一样不正。妖魔鬼怪在我面前表现的都是正法。如果我们心已邪，十方诸佛如来所表现的也邪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自己的意念主宰一切。正是偶意大师所说的：静缘无好丑，静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。 没有是非邪正，是自己的念头。自己念头正，没有一样不正；邪也是正。自己念头不正，正也变成邪。这个道理要懂。二、啊、净空法师经典语录都是人生感悟。另外，净空法师一生都在修行，其智慧非常高。看完之后能够解脱自己。我们具体来看，即做错事情不肯忏悔认错，这是恶中最大之恶，与自信完全相违背。不是佛不原谅你，是自己不原谅自己。这个道理要懂。 如果怪佛不原谅我，那是罪上又加一等罪。佛没有不原谅的，是自己不肯回头，不肯认错，不能怪任何人。其二，人用心一定要真诚，对于名利要淡薄，对于善行多助，有机会要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没有机会不必去攀缘，有机会一定认真努力把它做好，真正发这个心。你本来没有这个机会，佛菩萨给你制造机会，祖宗之德加持你，让你遇到这些机会，不是自己去找的。其三，金光法师说。 凡一切不如意、不顺心遭遇都是债，忍让福中福，忍了让了，心平气和，这一笔债也就清了，还了。接下来就是福了。不忍福中祸，不忍债没还，又添新债，到时还也还不清，苦也吃不完。不满、愤怒、报复，即是天心债。如此下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其次，母亲在婴儿、小孩面前，言谈举止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，让他看，让他听，让他学习。所以，中国谚语常说：“三岁看八十。” 他到三岁，三年的熏习教导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身教，没有言教。其五，会用功的人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都是好缘。你不从这上历练，你怎么能成就？所以，明白人、会用功的人，肯定以这一生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对你好的人、帮助你的人，对你有恩；对你不好的人、害你的人，也有恩。有什么恩？没有他的逆境，怎么能够晓得你自己功夫在提升？其六，我们身上有哪些不痛快、不舒服、有问题？ 肯定是冤亲债主，我们没有发现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，心里明白，就应该要祈请，就应该要劝导，我们大家和解。过去事情我错了，要承认，要忏悔，要改过自新，要发大誓愿，劝导冤亲债主。我们把过去的恩怨暂时放下，好好修行。其七，每天念经，决定不要想经里面的意思，不能想。你想经里面的意思，就是增加妄想。念经是修定，这部经展开来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这一遍一个小时。 至少我这一个小时不打妄想，这一个小时不打妄想，这一个小时业障就消掉了。念经的用意就在此地。其八，学佛要学的像个佛，像个菩萨。傻虽然傻，傻有高度智慧，傻人还有傻福，有智慧有傻福，别人碰到你也会尊敬你。仔细看看，像傻又不傻，一定要做的像。像什么？要做一个佛菩萨的样子。佛菩萨是世间的好人，你要做个好人的榜样。其九，听经。 坐在这两个小时，听懂一句就一句，听懂两句就两句，不要去研究，研究以后再打妄想。你果然是不用研究心，心里在那静静的听，不分别也不执着，不打妄想。这两个终点在修行，同样的界定会三学增长。所以反复很多人修行不能成就，方法搞错了。其实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，让你快乐时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；当你痛苦时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 证实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星空法师这一生其实非常精彩，也很有意义。不仅首次提出佛教教育，还曾受邀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协助推动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。二零零五年更获澳大利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。而如今的我们，应该继续发扬这样的精神。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一件善事开始做，这同样也是有意义的。 感谢你的观看，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随喜、转发、分享，功德无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